大家好，紧接上期的视频，吃完早饭，工人休息了一会儿，继续到房顶修补房屋。我和朋友收拾好锅碗的卫生，又开始给工人做下午饭。本打算炒上几个菜，工人喝点小酒。我爸说，工人上高爬低的不能喝酒，让我们做一锅我们汉中的熬菜，再炒上几个菜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个咋炒的？啊，炒的嘛，炒的香不香？啊，行了，别了，再弄点再做一下。这个灶房的房顶收拾好了，现在把这灰收拾一下。看着，灶房的卫生还是需要烧一点热水，收拾的比较干净一点。哎呦，这是谁混的？你个贝贝干了呀？啊，等菜干了。怎么那天？Okay.
发给俺嘞。他家是亲戚。他当然要亲戚。啊？要亲戚要。啊？我这个要就不敢吃，要嘛就要吃。饭做好了，等一会休息一下。这咱就不要好，咱不要好。我不要。那狗吧。狗吧。那加鹅膏是的，那个炸鹅膏是好。做你怎么忘啊？你说再吃点菜。还有个吃饭的，把牛肉给你拿点。好了，好了，真是。拉的。这个吃。我话嘞，俺们倒是找不着人了。那晚上吃，前天那是，啊，六点都吃了，我就找人简单吧，治疗我要的去了哈，治疗啊，哎，那还没完。来家，往这走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晚上就过来了。干嘛到？哎呦，你吃菜没？太粗暴了啊！啊，你看我这，我还多吃，你还多吃。让你们看一下，我们这几只狗狗吃饭特别的乖，不争不抢，各吃各的。吃完饭我们休息了一会儿，趁天还没有黑，我们要去把红薯地窖的卫生收拾一下，过上几天马上就要收红薯了。邻居们每一年把红薯也叫到我们的地窖，他们也过来给帮忙打扫卫生了。邻居说的很吓人，他说红薯窖里面每一年掉很多可怕的东西，我们都不敢下去。修补房屋的工人他说他下去看一下，给我们捞上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我拿回来我问他了，他说他有时候你叫他可不来，你搁屋头他可难的，这是难烧的时候了。你以后都没中上了，都没了哈。嗯，哎，小姐，拿出去挖了个新的，挖了个新的，这娃我从此给他。老哥，这是个掉了铁件给用上了，这。你是跟我说点事情，哎，对对对，今年打仗了，是吧？嗯。这是谁挖的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是从那个野猪滚掉的。野猪嘛，你还你说野猪，这是谁？你看我这一挂就是。那个弄起来，地上躺下滚上去。
清理完地窖的卫生，回来以后工人又继续上房修补房屋了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今天修补房屋的活干不完，明天还需要半天时间。最近的天气比较短，天已经黑了，明天还得半天时间修补房屋。今天我也就不回去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